好黑。Hello, hello. 谢谢锦鲤。晚上好，开屏锦鲤。晚上好。我都已经好几天没有直播了。谢谢虎娃娃。晚上好。我刚刚就一直在找这个光线。啊，我六天没直播了。晚上好，晚上好。我觉得我今天眉毛画的好浓，然后我刚就想找一个亮一点的地方。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太黑了。晚上好，还好我今天没有卸妆。其实我上次直播过后有两天化妆了，但是都没有直播。晚上好。还好你没睡。还好没卸妆。过敏好了好了，我过敏就是脸下边这里红了。然后就起了很多那个像痘痘一样的，但是不是痘痘，就是红了。晚上好，这里长了一个新痘痘。晚上好。痘痘好点了，好点了，就是比前几天好点了。晚上好，晚上好。你们有没有觉得眉毛很浓？啊，怎么那么浓？其实是有的，我遮掉了。晚上，我现在很热，因为我们房间那个暖气开了，有点。我一会儿，我刚就在等大乔的眼镜，他说他直播十分钟，然后我说那就等他的眼镜吧。谢谢大山，但是如果再等就太晚了，我就说算了，就一个浓眉大眼直播。哎呀，好烦呀，不会画眉毛了。晚上好，晚上好。今天的妆，因为它都花了。真的吗？浓眉大眼，就是浓眉，是不是？这个妆很不一样。真的吗？姐姐，你是不是爸爸的小号？你帮我看一下。眼睛，刚刚刷了一下睫毛膏。我近视吗？我以为眼睛是，我就是因为现在近视了，所以我现在不戴眼镜就很像近视。晚上好，晚上好。谢谢拜年，竟然有这个，谢谢你的拜年。真的吗？为什么？是因为我换了一个美瞳。真的吗？我的妆，姐姐，你帮我看一下我的妆。我的睡了一下，我快帮我看我的妆是不是很浓？还好呀，我觉得。真的吗？嗯，以为是大乔。是因为今天的眉毛吧，因为发型，因为我没有弄这脸毛。啊，真假？姐姐，快把那个爸爸的手机给我一下。真的，我开播之前我就感觉到了眉毛有点浓。啥子吗，爸爸？我来找测评。因为我是我们家的一个网络红，不是，网络达人。不是，好吓人，我的眉毛。我是我们家一家女主，每一次就是出去玩订那些东西。好，我等大乔的眼镜。因为我找那些测评还挺厉害，就是我每次找到。是不是这个眉毛？
我先把卸了。哎呀，不对，但是我找其实就是眉毛的原因。谢谢虎虎生风。60%会踩雷的。就是眉毛，我知道了。亮脚，姐姐、啊，你多久？对，很好拍照。你好久才能把眼罩卸下来哦？马上我关直播就给你，在外面。我的眼光其实还行吧，我那么晚还在喝酒，很红，妆很像大乔。看人很准。这个眉笔真的不要钱，这个眉笔因为我们的那个眉笔用完了。然后就点了一个外卖，结果那个外卖的眉笔很便宜。我今天化的妆是2.8块的眉笔，但是我涂了我的染眉膏，是不是那个泡温泉把我的眉毛泡掉了？今天我还发房间一张很漂亮的照片，然后大家都觉得很漂亮吧？然后呢，一点开直播吓死了。是大乔的那个眉笔。谢谢小甜，新年快乐！谢谢。因为我刚刚补了一下妆，是不是把它补吓人了？谢谢。真的吗？我是我姐姐。对，我看见了，我叫我爸爸才看见。你们竟然认不出我了？是不是我太久没有直播了，所以你们认不出我了？就是这个眉毛，我这样挡住吧。但我只有一个手。谢谢巧克力，学业有成。把刘海捞下来，因为我现在头发就是有点油，我今天一点这脸毛都没有，全夹到耳朵后面去了，还好有瘦脸。姐快帮我看一下我的直播吓不吓人，快帮我看一下。好，我刚看了，确实。哎，你这个戴着好像那种老师。哎，为什么我戴着和你戴着不一样？我把我的黑色保暖衣遮住。我要到那边去了，我要到大小的那边光线直播。这个太吓人了，我怎么今天那么像数学老师啊？等一下，大家进去往里面躲。特效不要掉。还可以。我掉，我这眼睛有点肿，快帮我看一下我的直播，我太久没有直播了，又被自己吓到，所以要多直播。很像大乔，这边怎么法令纹那么重？这样，这个妆真的是惊艳，不是惊吓吗？姐姐给我打一个光，把保暖内衣遮住。要吗？打光。这要不要怎样？这样好看一点吗？这样好看吗？大家？这样子就可以把我的眉毛遮住。都可以。哎呦！爸爸说，戴上吧，戴上就是很文艺。你这个镜片怎么掰掉？掰不掉，不能掰我的镜片。这样子，这帮看这样子直播可怕吗？因为我这样。爸爸小声一点，爸爸戴着耳机直播，然后那个耳机的声音我都听到了。没有度数，这样子，好，这样终于没有刚刚可怕了。我刚刚那个眉毛太锋利了。我爸爸戴着耳机看我们直播，1000减7，那当然等于993了。希望有很多粉丝，就是刚刚早进来的，赶紧重进一次吧。就是刚开头的那个记忆，就是忘掉。怎么想起画这个眉毛？我画什么眉毛？我这个妆就是我觉得画的还行，只是直播起来很吓人，真的。谢谢你的重新开屏。好，现在开始正式直播。
刚刚的那个只是一个，眉形测试。谢谢大闪，对我们一家睡得都有点晚，能看到手机画面，没事，手机画面就是我啊，谢谢，谢谢你的用爱发电，谢谢谢谢 ，TTL TTL， 谢谢。天柱，昨天有一个粉丝在我房间送用爱发电，然后呢，大小直播间的粉丝全都在我房间去打 TTL， 然后我就说大小直播间原来那么多活粉，现在那么多人在我直播间打 TTL， 原来我也有那么多活粉。嗨，大家，谢谢谢谢用爱发电，谢谢两天王，谢谢天王，快来，我要比两颗星就是说，快点帮我去帮拉一下，好的。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天王，谢谢 W 天王，卷起来了。TTL 要打双倍 ，WTTL。谢谢你，谢谢天王，谢谢天王。过敏，我的过敏已经好完了。我的过敏是那种来的快，去的也比较快，就不会那种过一个星。谢谢实力派，来的快，去的也快。姐姐，你看我这样行吗？姐姐，快看我这样子的角度可怕吗？不可怕。确定吗？就是你帮我看一下直播，因为我那个这儿就就了。就是我之前，我现在这个直播你们知道吗，是我之前小时候直播的角度，就是45度角，然后以前我的那个头发像阿哥。等一下，不能磕，不能磕啊，你怎么自己说啊，不是不是，我没说，我说 W 天王什么。什么？我当然不是说我，真是谁造谣？谁造谣？谢谢谢谢叶蝶，一定是送给 W 甜的吧？谢谢你的叶蝶，谢谢谢谢。官方认证，姐帮我拉妈妈那个红枣水。你们知道我妈妈泡了那个红枣枸杞，然后什么水，然后我今天在那个车上用保温杯喝了至少一保温杯，一温杯的水，我真的我就喝了很多热水，就没有吃那个饮料。对我养生很好喝，我觉得很甜。枸杞，对，枸杞。多喝水，多吃香肠。你们知道大小今天多猛？他今天吃了，就是我妈妈切了3根香肠，然后每根香肠切成6段，然后大小吃了8段，是吗？还不加上晚上的，加吃了八，就下午吃了8段。然后我就说：“天哪，你吃了那么多！”然后我们就在那算，大小就说。我刚跟你说了，大小就说我吃了1根，我说不，准确的来说是1.25根，然后我爸爸说不，准确的来说是1/3根，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爸爸数学好好啊。不咸，很香很香，一点也不咸，真的特别好吃。没有，其实差不多吧，就差那么一丢丢。我天，我胃口真的特别好，你们知道吗？我今天早上就是9点钟起床，然后我就吃早饭了，我就吃那个牛奶麦片，然后还吃花生糖，还是米花哦，米花糖。然后上车以后，我就想，至少怎么也得到中午再吃吧。结果一上车就开始干零食。
妈妈自己做的，应该是在外面就是弄的，自己弄不来。睫毛都是刷的，天哪，我这个眉形赶紧挡住。我明天一定会画一个，就是没有那么疯。我知道我可能没有修眉毛吧，然后一不小心长成了小时候。我明天修眉毛了，今天泡温泉，舒服舒服。谢谢你的拜年，谢谢，谢谢拜年，还给我拜年。有出去玩，对，出去玩，今天出门，然后明天希望就是好玩。眉毛，好的好的，这个就是精神，精神很精神。朋友每年自己做香肠哦，那很好哇，谢谢谢谢舞狮，这些哎，是不是拜年和舞狮都是新特效？我记得上一次直播的时候都还没有这些。蜡笔小新。谢谢谢谢虎虎生风，谢谢虎虎生风，但是我都看不到虎虎生风哎，为什么？哦，来了来了，现在看到了，谢谢虎虎生风。嗯，都是新年礼物。明天你明天要去泡温泉，那就祝你泡得开心。我和大家今天泡温泉，我感觉我们两个并不是去泡温泉的，我们俩是去拍照的，就是我们带了相机，然后呢就互相给对方拍照。然后泡温泉大家都是泡在里面，我们一个人就是一个人站着拍，然后呢一半身体都露在外面吹风，而且那个就是在室外，然后呢当时就很透心凉。谢谢谢谢锦鲤，谢谢，祝大家今天哦，不是不是今天，祝大家今年都是要好运。有拍 vlog 有拍 vlog， 但是那个 vlog 就是我感觉拍的挺有意思的，但是我不知道剪出来有没有意思，就是我不知道拍的有没有想象中有意思，因为我们就是玩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嗯，这个眼睛反光，所以我一直在这样子嘛，一直在压低。谢谢谢谢拜年，谢谢大家给我拜年。今天就是初四了，过了十二点，今天是初四。初四要干嘛呢？初四就是要拜年。好久没看 vlog， 本来今天我们在那个车上就是打算剪当时去环球影城的 vlog， 结果睡着了，就是刚吃完就睡着了。真的好，这样子就不反光。嗯，好的。对，剪辑就是剪很久之前的 vlog 就特别有意思，因为就可以看见当时自己怎么玩的，就是感觉又玩了一次，就很有意思。明天迎财神啊，那祝大家就是都迎到啊，迎到。吃饱了睡，睡饱了吃，真的真的是这样。然后我今天我在那个车上，然后都没有躺下来过，我就说怎么办，我吃那么饱，那我就得把背挺直。然后我睡觉的时候就是把背挺直的。然后我有一次中途就是那个加油站休息完以后上车，我就跪到那个车上，我就把鞋子脱了，然后我就这样跪起来，因为这样跪起来的时候肚子就能直着，然后我这样跪起来，结果跪着跪着我就睡着了，然后就跪在那这样子跪着睡着了。明天和朋友出去玩，那就祝你们玩得开心，成为富婆，希望我们在今年都能成为富婆。真的跪着睡，但是很舒服，不痛不痛。我们那个车上有一个毛毯，很软。今天送穷鬼，你要被送走了，你好冷。腹肌，哦天哪，你们知道吗？我的那个腹肌在那个大年三十之前都是有的。然后我大年三十和大年初一的时候就吃了很多很多。我就那个裤拉链都很崩，因为我的那个裤子是刚好，就是因为我穿的这一条裤子是刚好就是包着我，
然后我当时大年三十和大年初一吃的时候，我穿的同一条裤子那两天，然后我的那个裤子就是扣子扣不上了。对，九九归一。现在就是很肥，就是我的肚子其实还是有线条，但是就是看着很胖，就是很肉。九九归一，若隐若现，裤子缩水了。年后换发色吗？会发发，我有拍，但是我觉得我当时那两天，我觉得我还是挺有腹肌的，但是没有我之前那么明显，所以我就想说，不然再练几天，结果呢，就练越练越糟糕了。没有，我真的我吃胖了，我特别能吃，我吃的特别多，太可怕了，就是我连我爸爸都吃饱了，我们都还没吃饱，你们想想多可怕。就是我和大乔的胃相当哦，比一个成年男性还要大。但是我爸爸其实胃也不是很大，我爸胃比较小。就他因为现在就很健康，然后呢吃的也比较少吃多餐。回去，主要是你们知道为什么回？我就想的是不能太胖嘛，因为回去之后。还有年会吧，应该，然后就不知道会不会吃，所以我就想的是不能胖太多吧，不然年会都吃不开了。好吧，我们吃不饱。对呀，我们年会还没有开。体重秤好了，但是这两天我们出来没有带体重秤，所以我就随心所欲。年会和对元宵公演，过年了要开开心心。好的，我们就是非常开心，大家一定要天天开心，多吃一点，为年会做准备，这样子胃就足够大了。年会，我希望我年会就是中奖就行，不管大小，反正一个开年大吉，开工大吉。我看着还是很瘦，特效开的，家人们，我特效开的，你们看我今天发房间的照片，然后都是 PS 了。哎，还水吗？马上水，天，妈妈不要说话，我妈妈其实正在睡觉，妈妈不要说话，我妈妈刚睡醒，她就是假子音，我无语了，你不要说话。好假呀，妈妈！好，因为你们知道吗？好甜！你们知道我妈妈其实是一个烟嗓，和我差不多。然后呢，但是她刚睡醒的时候，可能刚睡醒吧，就是很夹子音。我让我妈妈别讲。太搞笑，刚刚我们直播之前，然后我妈妈就说她要睡了，我们就说妈妈不要，我们直播着，然后你突然醒了。我妈妈声音不是这样的，家人，你们没听到她真实睡醒时候的声音。我会夹吗？我不夹。谢谢经理，谢谢经理。我们都在一个房间，对，我们都在一个房间。妈妈有起床气，妈妈没有起床气，你们知道吗？因为我们刚停电了嘛，然后我们就是回来，就是刚吃完那个烧烤回来。就是然后我们就开始看了一下开端，看着看着他就来电了，因为就是在发那些 P 图，然后发一下朋友圈，发一下房间，然后呢然后发一下那个 ins， 然后就在那 P 图，然后呢再看了一下开端，结果就来电了。我就说那我们就直播一会儿，然后一会儿让我妈妈先睡一会儿，然后一会儿起来打麻将。
大乔，对啊，大乔有讲气。开端，对啊，开端没有看完，因为要 VIP， 然后我们因为有爱奇艺的 VIP， 好，然后就不经常看电视，所以就说那还是不用开了，就是等它更新，才有追剧的感觉。我会打麻将，我现在打麻将就是，非常的可以，就是虽然动作非常缓慢，但是会打了。那么晚打麻将，因为我就是想的是打一下嘛，就是很好玩儿。就是我就其实学的还挺快的，就是因为我其实前几天在我姑姑那儿和我姑姑还有我的一个姐姐打，然后呢我们几个打，然后我姑姑说她就是陪我们玩，但是我爸爸他就不愿意给我们打麻将，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呢，他就说我们打得太好了，就是内涵我们，可能我们打得真的太慢了，我们真的就是打一个麻将就是理牌什么的都要半天，就是可能到就是不能和别人玩，就只能和家人玩，因为他们会比较包容。而且我们都不打钱，主要是我们不赌钱，如果我们要赌钱的话可能已经输麻了。爸爸阴阳怪气，然后我们刚刚就说一定要打一下麻将，就是我们四个，我们一家四个，然后一起打麻将，然后妈妈就说那打钱吗，我们就说不，我说那这样吧，我说那打两块钱，他说要打五块的，然后我爸爸说打五角的还差不多。因为我没有赌过钱，我不知道一晚上会输成什么样子。打五块的，真的吗？打五块的很大，天哪！压岁钱都赢光了。你们知道我爸爸不是很爱抽烟吗？我就说我们为什么要赌钱呢？我说那就赌你的烟，如果你赢了一局，那就允许你抽一根烟。什么五角你都能输一百多，天哪，我都还没有这个叫什么这个哈数，诶，普通话怎么说，这个没有这个数，这样打下去爸爸一晚上抽几包，真的会这样吗？因为我们都没有打过钱的，就是觉得很好玩，然后我真的觉得麻将还挺上瘾的，就是这几天一直很想打麻将，但是呢就这两天一直没有时间打。哦，我们昨天不是出去吃东西嘛，然后我们就本来说回家的时候打一下，结果因为我们当时差不多是9点钟左右，然后我们就吃完了。9点半左右，我们就说那就回去打一下麻将吧。打完麻将，然后今天再起床，再早点起床，就早点睡，早点起床。结果我们就是去停车场找车，我们在停车场找了40分钟，就是那个停车场，就是我们找不到自己的车了，然后没有，我们四个人没有一个人记得车停在什么位置，然后我们就在停车场散步，散了40分钟。后面实在是找不到了，我们就说那还是原路返回吧，我们就原路返回到我们就是那个记忆中的地方，然后就回去了。真的，我们40分钟，主要是我们一直在绕圈，感觉停车场散步，真的我当时散完以后我都消化了，瘦身了，真的瘦身了，自爆，妈妈在自爆。笑死我，妈妈又起来，然后好害怕她说话呀，笑死。看看妈妈不给你们看。
晚安晚安。嗯，还想再听听，我妈妈可不是刚刚的那个声音，她真的每次起床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声音，然后呢一到下午那个嗓开了，开嗓之后就不是这个声音了。晚安晚安。好的，我就是因为太久没有直播了，所以多给你们聊会儿天，然后我就关了直播，然后看一下，如果不会特别晚的话，那就还是要玩两局麻将，因为我就是说一定要打两局，因为我们其实就是 很有意思，我觉得。是什么？是烟嗓，就是和我一样，和大乔小时候一样。我说妈妈的声音啊。直播打麻将，直播不行，不能直播打麻将，我要全神贯注。不会玩到天亮，榜三的头像，一边吹头发一边看我的直播，半个小时都没吹干，那你的头发肯定很长。在哪儿打？我们就在这儿，我们买了那个迷你麻将，很小很小的那个，不是那种大的机麻啊，我们买的是那种很小，就是这么小一个的小麻将。就是我上次跟姑姑打，我姑姑说打麻将就是要那种摸他的那种很大麻将的那种手感，然后还能什么耍牌什么的，反正就大的可能好玩一点，但是我觉得可能小的好玩吧。但是后面我真正的会玩麻将之后发现，可能真的大麻将要那个一点，不然的话理牌真的要看半天，得摸纹路，就是那种很老练。就我上次跟我姑姑打麻将，打到快最后的时候，然后她就说你现在比刚开始的时候老练很多。我摸不出来，因为我其实有点跟不上。我觉得真的，如果那种打麻将很快的人，其实脑子肯定都很好。就我现在要锻炼一下我的那种小脑运动吧。真的，你看我拿牌，然后呢还要摸它，那我脑子反应不过来，反正就很麻烦。我觉得还是挺难的，就是你拿一个牌，你要思考很久。哦，四川麻将没有东南西北，就是什么筒子，然后呢条子，然后还有腕子，有妖姬有妖姬，但是没有什么空白白板什么的。三个人拼券能给我打麻将，当然可以。但是你们如果要跟我打麻将的话，就是很麻烦，因为我脑子比较慢，可能很费劲儿。规则一样，规则好像也不一样，反正什么又要杠又要碰，然后那什么的，还要自摸，我还没自摸，还要清一色什么的。不会打能教吗？当然可以，只要你学得会，只要我教得懂。广州有东南西北中发白，哦，我知道什么东南西北。大乔买的那个小麻将还有一版是东南西北，但是我们没有拆，因为不会。规则，对，每个地方的规则都不太一样，所以我就觉得更复杂了。太复杂了，就是我觉得每个地方的麻将就像每一个地区有不同的公演，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每一个地方有不同的一套公演，然后你还要学会很多套公演，就是很复杂。
斑马的教学，天哪，这个要肯定要等很久之后，因为我那个叫什么，学的非常，可能我教不清楚，主要是。谢谢红包。每个地区，就是你们是不是广麻呀？广州麻将叫广麻吗？嗨。谢谢，我知道这个在变相的夸奖我，明相的夸奖我。谢谢你的夸奖，不用紧张，不用紧张。哦，对了，大家，我跟你们说，我前两天晚上，昨天、前天，哎，今天是昨天还是前天哦？为什么我在学那个 ？Tessy。哦，是昨天，昨天晚上我有点分不清，就是我学到了凌晨四点钟，然后我就在，因为我当时突然很想学弹舌，然后我就在那个抖音和小红书上查怎么弹舌，然后我就弹到四点，然后我今天一早上起来又开始弹，没弹会，太难了。学弹舌就是很好，就是很有趣儿啊。学废了，太天哪！但是呢，成功了好几次，因为我上次看那个，很多唱歌视频里面就有弹舌，我就觉得很好，很帅，然后就弹舌，学弹舌，学了真的学了好几个小时，天，嘴都学麻了。我不会弹，你们谁会弹舌吗？弹天生的，我一定要把学会。你学会了，小乔，现在成功了好几次了。你弹一下，现在弹不了。你们知道我找的一个方法就是把头扬起来，然后呢，弹舌。鳄鱼，我吐痰了，家人们，哦，你们听到？大乔，来，你弹一下。大乔今天这样子，然后他说，听真弹出来了。很像另外老年人卡痰，大乔他今天就说，哇，你看我学会了，我说你别开玩笑了姐，因为我当时很认真的在学，然后呢我真的特别认真，我看了好久的视频，虽然每一个小声点，你们知道每一个视频，我昨天刷抖音，每一个教程感觉都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但是我每一个视频都在看，我就看他们到底有什么教的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呢，从中看一下有什么能够做梗，从中做梗，做梗一下。大家像溺水，但是有的人真的很难发出。反正以后如果我能弹舌了，我就直播给你们弹。直播给你们弹，天生就会太难了。吉他没有带回来呢。今天唱歌，我妈妈在睡觉，我还怕她一会儿醒来说话。莲花舌不会，莲花舌，我整过不会。是那个猫。我真的我在苦练弹舌，猫小有带出来，你们知道吗？我们就是住这儿嘛，然后呢，猫小要给房费，但是就是带的非常心安理得了，你们知道吧？我又染了头发，我没染头发，这个是光线问题。吹口哨会吗？会吹口哨。他的房多大？不是，是他要交房费，因为就是什么宠物清洁费。但是呢，他都不会乱拉屎乱拉尿，但是他有点吵，他会经常叫，所以我觉得就是也没有白给，还是得给吧，还是得叫，还是得叫。
就是你们知道吗，我们今天不是去泡那个温泉，然后猫小都能去，很离谱吧。我们当时已经在房间里告诉他，乖乖你不能下去，一定要乖乖的在这儿等我们啊，然后房间很暖和，在这里好好的坐着等我们。然后呢，当时他都已经要哭了，他很难过了。后来我们就问前台，我们就抱着一个尝试的心态问一下，就说喂，请问一下，就是狗狗的话能带下去吗？然后他们就毫不犹豫，当然可以，就是说当然可以带下，当然可以带宠物。我们就把猫小带下去，然后发现它还不如待在房间里，因为我们在室外，然后呢它又不能下去，然后它只能坐在岸边等我们，然后那个岸边非常的吹风，很冷，而且它很害怕洗澡，然后旁边就是那个水，我就觉得它躲得更厉害了。它不会下去，它不会，它很害怕游泳的。嗯，可以带宠物，对，可以带宠物就都很好，就是我觉得很好很好，因为每次出来玩就很害怕，因为以前遇到过，就说不能带宠物，我们就说啊，就是说那怎么办呀？就是说给一个笼子，就是上一次就遇到了这种情况。会游泳，会游泳啊！我会自由泳、蛙泳、蝶泳，狗刨，还有潜泳。狗狗入住，它不用登记，猫小不用登记，但是呢，它已经知道我会什么泳，让人记深刻了，因为它就是叫什么，它很爱叫。而且你们知道吗，他一上楼的时候就行了个大礼，他就在他就拉粑粑了，然后我们就给他捡粑粑，就一到我们房间门口他就开始，但是他真的一般情况下不会乱那个的，他真的是可能忍不住了吧，因为今天真的我们开车开了5个小时呢，他要绿码，他跟着我们用一个绿码。粑粑运啊！天哪，就是说到那个春晚的小品，我就那个害怕，家人们，因为我真的太尬了，我真的特别尬，太尬了。你别怕，我已经提前帮你说过。就是我上一次就突然有粉丝在房间里说我的小品，然后当时我看只有一个吧，我就没有说话，后面有第二个，天哪，我就说赶紧多刷一点东西把它刷走，后面就突然就是感觉大家都知道我那个小品了。然后我就去看了，我就看到了 cut， 然后我那是我第一次看，也是我最后一次看，因为我太尬了，家人们。然后，但是因为我这个人就是不管怎么样，因为是我自己表现出来的东西嘛，还是必须去接受它。然后我就后面我就做了很久的心理挣扎，我就把那个视频给我爸爸看，我说爸爸你看，这是我当时去录的一个小品，然后他就戴上眼镜开始看，然后看完之后我很久没有做声，后面打起勇气去问我说这个尴尬吗，我就说我尬吗，然后第一遍我是跟大小姐看的，我就说你第一遍看是什么感觉啊，他说你笑得太尬了，然后我说好吧确实，我说我这么直接吗，对啊，你说你笑得很尴尬，我还是很委婉的，我说你脸很小，但是他说你脸很小，但是你笑得太尴尬了。真的，我演的是那个孙女，你们知道吧？明显吧，我演的是一个孙女，然后呢，比较尴尬的一个孙女。就是我看完我的那个小品，我就说以后肯定没有人敢找我演小品了，就是以我这样拙劣的演技。
真的吗？贴墙上，贴在窗帘上。真的吗？我好尴尬呀。嗯，就是我其实觉得我非常有戏。没事，那唱首歌吧。咱们既然不会演戏，那咱们就唱首歌吧。然后发现也不会唱歌，演技都是练出来的。就是我其实我当时演了几遍之后嘛，我就觉得我就说哎，好像能找到感觉了。真的吗？还是要好好的钻研一下，如果以后谁还敢找我演小品，我一定好好钻研，先给自己录一下。你们想听我唱歌吗？跳个舞。台词没忘，我当时台词就是背了，就很紧张，因为我当时就很紧张，我就觉得不能那个让你们失望，就是台词记得比较牢固，但是演技还是很拙劣。你们想听我唱什么歌？那天就是我们录得很晚，当时以为要很晚很晚，但是又比早想象中早了一点点。嗯，好的，荷塘月色凤啊，谢谢你的皇冠，谢谢田王，谢谢。点歌，点爱的魔法吗？帮放爱的魔法，姐姐。今天又是甜美。上一次就是我唱爱的魔法，大家就说我是甜美。我上一次是电台唱的。凯斯，你拿过来，姐姐。你要和我一起唱吗？让你先来 solo 一下。帮我拉几位吧，姐姐。这样子，不要动啊。可以。整理，要准备开始了。确定，其实还不确定。相对有心机，不见你会想你，见青春找你，找到后又假装不看你。他们说你有点坏，追你的女生都很伤心。可是我永不会追，我要让你忍不住动心。要保持美丽，忽远又忽近，不能随身殷勤。要向你讨半点美，阅读感受世界，充实自己更完美。不是每一次的约会，你约我就出现；不是每一通的电话，你打来我都会接。爱情不是投入越快就可以收获更多，喜欢被你送到家门，但不能请你喝咖啡。谢谢大家的激光鱼。确定，其实还不确定，只是四目相对有心机。不见你会想你，在群中找你，找到后又假装不看你。他们说你有点坏，追你的女生都很伤心。可是我永不会追，我要让你忍不住动心。要保持美丽，忽远又忽近，不能随身殷勤。要向你讨半天美，阅读更多书籍，充实自己更完美。不是每一次的约会，你约我就出现；不是每一通的电话，你打来我都会接。爱情不是投入越快就可以收获更多，喜欢被你送到家门，但不能沏咖啡。
谢谢大家给我的激光雨。其实我渴望有一天能够透明一些，心意全部被你知道，会珍惜不会骄傲。其实我真的喜欢你，但还没有爱上你，希望你就是对的人，能和我彼此宠爱。谢谢大家的观听的收听。哎，好嘞好嘞，妈妈不要说话，妈妈不要说话，你快睡嘛。谢谢大家哦，聆听，谢谢大家的聆听。笑死妈妈，太假了，我都无语了。我妈妈是什么夹子音？妈妈不要说话，你不要说话，好烦哦，真的是。我妈妈就是好搞笑，我妈妈就是她买了一个很可爱的睡衣，然后呢，刚一坐起来就特别的幼稚，看着。他买了一个小熊维尼的睡衣，天哪，比我还要幼稚，我天。妈妈都回家了，他真的每一次他每他真的每一次起床的时候就是夹子音。他开嗓的时候我还是比较适应他开嗓的时候。哎呦我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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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我妈妈真的，她现在就是睡眼朦胧，你们听见了吧？她刚有一个烟嗓，我天，念在这在真是她。别黑呀、啊，简直尬黑了，真的很搞笑。哎，这帮我拉一下，快，我要把我的那个，不要动了，这个眼睛真的。这个是我的白衣服，比较好看。来回切换，吓死你了！真的，这个反差很可怕吗，家人们？大乔都没那么夹，说实话。我夹吗？嗯。我一会儿还要叫我妈妈起来打麻将。我妈妈非常喜欢打麻将。她不骂你，谁骂你？他应该不会骂我，我刚给他说，我刚说好了。大乔，你夹夹吗？我不会夹子。打到几点？就打半个小时。但是也不一定，万一他以后就不起来了，摔戒指。我上一次夹子音，我天哪，上一次夹子音还是上一次，我以前小时候那个就是太幼稚了，幼稚打才不打到吃早饭，不，妈妈怎么一会儿醒一会儿睡的，可能睡眠质量不好。妈妈开始扯不汗了，我天哪，是妈妈扯的不汗吗？不知道，上次是亮相的时候。怎么你们没有听过夹子音的我？我小时候比较的夹，其实也不是夹，那个就是小时候
爪子骨掰。特效变了，特效弹了一下。客观不可以。现在的夹击，猫猫被吵醒了。对，我刚把我爸爸动了一下，然后呢，猫小他就那个了。爱你，爱你是我之前声乐课的歌，然后每一次那个气儿已经就是当时考核的时候我唱的就是爱你，然后当时唱到一半我不是那个气上不来了嘛，然后呢啊，谢谢谢谢谢谢皇冠，谢谢谢谢，你是不是要听爱你，真的万一会儿也没气儿了，弹舌，谁要听我弹舌，这一帮放下爱你。谁说谁想听弹舌？有猫小在弹舌。爱你，开始弹。你过来一点，姐姐。你用那个全民 K 歌。哦，这不是，我记起来了，这个是上一年。春节的时候，这 baby 又被歌词直接，我好像记得歌词。No， 怎么我一直狂打喷嚏，在凌晨3:26陪你入睡。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可心常常想你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明明很想相信却又忍不住怀疑，在你的心里我是否就是唯一，爱就是由我常伴着你。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想挖就多看一点，要先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Oh baby， 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谢谢大家的激光鱼 ，Put your hands up。姐姐，这里怎么那么高？这还歌词啊？这里不能脱稿了。谢谢谢谢，但稍等啊，这一段需要歌词。刚刚放的是 MV。嗨，好，我好害怕我爸爸说妈妈妈 sir， 就叫歌词，就叫歌词就好了，你这样叫过来就好了。对。会接访吗？姐姐贴在手机上对你微笑，常常想你的话，你是否听得进去，明明很想生气却又忍不住笑意，在我的心里你真的就是唯一，爱就是由我常赖着你。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点，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Oh baby， 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就这样一天多一点，慢慢的累积，感觉两人的世界就能够贴近一点。So b
Baby， 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哦，白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哦，白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多一点才会慢慢发现，因为你让我心甘情愿。谢谢大家的聆听和大家的激光雨。真的吗？真的甜吗？真假真假，真的，这题要抛掉没有？没跑掉吧？这说甜吗？嗯，甜。真假？大家，真的好，那就行。大乔嘴里说甜，心里没我甜。我跳，开始了，咱们开始带节奏了，咱们一个节奏大师的动作。妈，不要说话，妈妈，不要说话。我妈妈又动，妈妈马上我就那个，妈妈马上就起来打麻将了啊。爸爸笑出声了，不好意思。我妈妈肯定以为我马上不说话了，结果妈妈马上叫你起来打麻将了。妈妈没我甜。爸爸太甜了，爸爸妈妈是甜，我妈妈是甜妹呀，原来。爸爸，我才是最甜的，笑死！我妈妈睡醒的时候是最甜，哦，刚睡醒的时候是最甜的，就是她可能还没有意识，还没清醒的时候，她就是很甜。但是呢，她一反应过来，她就是烟嗓了。我和我妈妈谁甜？天哪，那肯定是我甜。我妈妈甜太严了，就是她看着就不甜，真的。她只刚睡醒的时候声音很甜，甜死我了。比我严。我妈妈刚起来的时候很甜，她刚确实甜，比我严。没有，就是她，其实她是一个很憨，比较憨的，但是呢，她的声音非常粗犷，非常豪放，不是粗犷，豪放。不困，我真的不困，我很清醒。大乔，差不多吧。我妈妈真的很憨。唱 rap， 想听我唱 rap 吗？我给你们弹舌，这我弹舌行吗？可以。哦，谢谢谢谢谢谢天王的皇冠，谢谢谢谢，真的要听我唱 rap， 想听什么？来个 rap 收尾。好，那我到时候这个 rap 那再加一个弹舌，看一下能不能弹动。我选，你觉得？金主，我唱哪首歌比较好听？哎，
弹射，不是弹射 rap， 不是弹射 rap， 我要唱一个我拿手一点的。姐姐，你觉得我唱 rap 哪个最好听？我没听过你唱，没听过唱 rap。那这样子，那你们想听我唱？我只会几个 rap， 中国话，中国话，我看一下呢，我搞忘我会哪些 rap 了。就是如果完整版的话，就是中国话，然后，歌单在哪儿？你们记得我唱过什么 rap 吗？我搞忘那个名字了，能不能送你？哦，差不多的姑娘，差不多姑娘只会一半儿。男票唱过，对中国话。对中国话差不多姑娘和一首韩文歌。那这样吧，我给你们弄一个串烧，我来唱一个串烧。今天就是想玩成 rap， 要和我一起 rap， 要不给你弄一个串烧吧，就是今天的收尾音乐啊。然后收尾了以后，我要给你们弹一个蛇，如果能弹成功我就弹。哎，妈妈，我妈，我弹一个蛇，不是，我来一个串烧 rap， 然后我们就打麻将了啊。15分钟左右，妈妈就起床。记得帮我拿一下行不行？哎，妈妈妈妈，我在直播，我在直播。哎，那个特效脸在哪儿啊？我刚把我特效关了，这边帮我看我有没有特效。我刚把我特效关了，爸爸快！马上大家，我的那个特效呢？我刚把特效关了，没人看见吧，大家？好可怕，真吓人！等我调一个。这个帅吗？这个适合 rap 吗？还是你们不要特效？那还是不要了。姐姐，这样子帮我拉一下，姐姐。好，开始 rap 啦！哎呦，妈妈！哎呀，妈！妈，你赶紧把声音关了，妈！嗨，真的是让我尬住妈妈。借帮我放一下中国话，我自己放吧。中国话，扁担花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扁担花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咦，这个 WiFi 呢？大家稍等，我连一个那个中国话，姐姐，中国话，好嘞。下次你们再跟妈妈打招呼，妈妈。母亲大人，请你把那个声音关一下。这帮看都要交毒，行不行？可以。咦，这个为什么？这个放一下，快！没得那个。为什么？为啥子？大家稍等啊，没有 WiFi。没连 WiFi。为啥子嘞？明明连了。锤回来了，好丑，弄回去。我就说，这样子呢，原来是这样。
OK。除下来好看。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人的玛丽莲买了个奇葩送妈妈，莫斯科的福斯基爱上牛肉面疙瘩，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嘴里念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简直是动邪，顶上巨乳的变化，点名字的点名字，好聪明中国人，好幽默中国话，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板凳上，板凳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扁担偏偏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到底扁担宽还是板凳长？哥哥弟弟坡前坐，坡上卧着一只鹅，坡下流着一条河。哥哥说空了的河，弟弟说白白的鹅，鹅要过河，河要渡鹅，不知是那鹅过还是小渡鹅。在学中国话，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我们说的话让世界都认真听话。真假？有人四川马开正常风 Lunch Bar， 柏林来的沃夫冈来胡琴配着电吉他，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嘴里念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简直是偷学，屏上巨乳的变化，自尊请颜色的屏，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石头学，屏上巨乳的变化，字字平平仄仄平，好聪明中国人，好幽默中国话。有个小孩叫小兔，上街打醋又买布，买了布打了醋，回头看见鹰抓兔，跟下醋上前去追鹰和兔，飞了鹰跑了兔，撒了醋湿了布，嘴说腿腿说嘴嘴说腿，爱跑腿腿说嘴爱卖嘴，光动嘴不动腿，光动腿不动嘴，不如不长腿和嘴，到底是那嘴说腿还是腿说嘴？天哪，大绕柱！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我们说的话让世界都认真听话。好，下一首给大家，这后面就是 vocal 部分。差不多的姑娘，差不多。真假？天哪！我已经好久没唱，我感觉我口齿不伶俐了，口齿不伶俐了。方向，我回到差不多的家，躺在差不多的沙发，微博差不多的刷，头吃着差不多的瓜，那标题差不多的家，扒着差不多的瓜，网友差不多的嘴中张了差不多的话，一条差不多的事业线，在差不多的烟，看着差不多的留言，都是差不多的姐，到处差不多的 baby， 比着差不多的吉米，举着差不多的 V， 挤着差不多的地，在差不多的街头摆着差不多的 pose， 跟差不多的潮流整了差不多的 nose， 穿差不多的男友，差不多的 coat， 用差不多的楼，送差不多的 rose， 跳着差不多的舞。天哪！等一下，大家打球，打球在翻牌，然后他翻着翻着，然后突然看过来笑我。这叫什么，家人们？这叫地吸引力挡住我。差不多的口，用差不多的楼，送差不多的 rose， 跳着差不多的舞，扭着差不多的屁股，差不多的思路，牵差不多的腿，速看差不多的脸，你差不多都想哭，女孩差不多的路，都差不多无助。谢谢大家，后面没有学。好，然后最后给你们唱一个 rap， 乖乖不搅。你有没有我的那个谐音啊？你有没有我那个谐音，姐姐？给我看备忘录，我还怕我记不到。
挖吧，应该能记住吧。滴溜达朱莉亚，茉莉鸡杯。滴溜达朱莉亚，茉莉鸡杯 ，I don't wanna try a macaro top。滴溜达朱莉，滴溜达朱莉。滴溜达朱莉亚，茉莉鸡杯 ，I don't wanna try 그냥콜라도돼저주워도괜찮아이런난애나서포자고안디를다줄래 No one don't wanna try 좀걸어도돼요제바쁘단같이는마안걸어도돼요니가더보듯보이고 CP get you really 거서과라네요 I don't really good I really good 그냥같이춤추네니가오되게자도왜든나순순해다다가수에손에서잡으면나웃어줘서위소그도니곧들같이말고내곧에만했어后面不会了，这个也是只会一半儿。谢谢大家的激光鱼。但这首歌很好听。니가다줄래아무리집에 I don't wanna try 한번가르쳐대로다줄래대로다줄래대로다줄래아무리집에 I don't wanna try 그냥가르쳐대좀주워줘괜찮아일어나일어나서보자고대로다줄래又没换气儿，又把自己憋过去了，后面就没有重复的了，好像。谢谢大家的激光鱼，笑死我！每次唱歌不换气，吹 rap 大串烧，真假真假，喜欢差不多姑娘，好，我多听一下。就是我感觉多听一听就是能学会，差不多姑娘也是我就是很喜欢的一个 rap。 你想成为 rapper 吗？唱 rap 可以，唱 rap 可以呼吸，然后每一次都不会呼吸。我给你们看一下我能不能弹舌，准备好了吗，家人们？这是我苦练好几个小时的成果。天，哇哦，听见了吗？有了，听到了吧，姐姐？但是还没练好。这电话响了，成功了。就是去刷那个，我刷了好久的抖音和小红书，我就在找他们怎么教，但是还没有学会，就是它很不稳定，而且就是那个弹出来的音不太好。就是你们可以先试试把那个头这样仰着，然后把那个舌头顶在上颚，然后呢那个吐气，往外面吹气。嗯，舌头要放松。我刚开始不会，就是刚开始怎么练都不会，然后多整一下，多看几个视频，我就稍微有一点点感觉了。嗯，但是你们千万不要太上头，就是白天的时候多练一练就好，就是没事的时候练一练。哦，含水练习我也看到了这个。嗯，对，我昨天晚上就缺氧了，所以你们一定要适当，就是不能急于求成，就是慢慢来，就有空的时候练一练，说不定哪天就开窍了，知道吧？对，慢慢来。哼，然后反正以后练会了再给你们唱。大乔打字好快，哎，听得到吗？哎，你开的那个，我关了，刚才都听不到的。错过了小小的弹，再给你弹一个，这个可能不能成功。
干脆不谈了。真无语，干脆不谈了，再来一次。一到谈会了以后才关直播，谈会了我就关直播了，家人们。差不多已经1:30了，一定可以结舞，一定要一个漂亮的 ending。不行不行，可以了，我笑着，我笑着弹。好了，差不多了，大家，那就关直播了。34分的时候关直播，大家就是现在可以陆续退场了。新年快乐，给大家迟来的。大年初、大年三十、大年初一、大年初二、大年初三，快乐！前几天的祝福补上，谢谢虎娃娃。可以谈到34分吗？那就肯定有一个不漂亮的 ending。等之后如果真的学会了，就是稳定发挥，我就目送2分钟给你们弹舌。拜拜拜拜。谢谢金吊坠，晚安晚安，还1分钟，大家快，就是说可以先行离场了，晚安晚安，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很麻将赢，拜拜拜拜。去打麻将了，拜拜，晚安大家，晚安晚安，可能还有大概5秒钟的时间，10秒钟，晚安晚安。到了到了，拜拜。